2022年参加跨年祷告会，先知团队领受友人长期跟父母关系不和睦，你非常痛苦，很想突破跨越这条鸿沟。这是我跟先生祷告多年心中的痛，因为婆婆非常依赖身为独子的先生，加上我过去个性不成熟，导致婆媳跟婚姻关系很紧张，婆婆因此对我和先生误解将近10年，感谢神领受祷告之后，我们今年跟婆婆恢复了关系，每周吃饭聊天，彼此关心祷告。今年11月，婆婆因为意外回天家，但我们向神献上感谢，恢复我们这难得的家庭关系，归荣耀给神。